泉的，整个木头的香气超棒的。然后我们晚上在这里边泡汤，然后边看星空。我们这间是定大概，我觉得这样子的价钱，我觉得算蛮不错的。你只要一挖开沙子，下面全部温泉。它是一个免费景点，然后让你有就是环湖景观，然后你还可以边泡汤。噔噔，大家早安！我们这是我们背后的湖景，阿寒湖。对，那我们应该晚点会去搭这个船，搭的观光船。其实这边景色是蛮漂亮的。票是觉得2000元，75分钟。然后这边就有点像是下午茶跟 souvenir 的店。这张画我觉得超棒的，因为你看到熊熊像一个爱心，然后咪在玩水，这个连水的颜色配色都超棒的。前面看到这些照片一定很羡慕，然后感到非常兴奋。哦，这张真的很受不了哎，太可爱了吧！它怎么那么呆萌啊？哦，好可爱哦，像两个重叠。你看到它在干嘛？ You feel cold？ 请问我们这个是大酋长吗？你叫什么？你是头目吗？你坐这个椅子超帅的 ，Hello God 呢？上船，搭船喽！开船啊！搭船入港了吗？哎呀，老司机开船啦！我们现在搭的阿寒湖的船呢，它在冬天的时候会变成什么？破冰船。其实它没有什么味道，然后给我一种很日月潭的感觉，而且今天真的是一代 key dance 呢。然后看看上面有没有动物在旁边，这船蛮稳的，不太会晕啊。然后它冬天呢，它除了破冰船以外，它上面也好像在一些冰上也还有一些其他冰雕、哦。对啊，它可能有些人会在那边开那种冰上的那种车啊，或一些有的没有之类的。对对对。所以假设阿寒湖，我觉得搞不好更适合是冬季哦。那些人在钓鱼哎？怎么会直接能站湖里面钓鱼？对啊。都已经到屁股那个高度了。你看他，好可怜哦。阿妈，你顶盖坐船，什么时阵？三年。哎，他很久，那就表示他很久很久没有坐船嘞。哎，你会紧张没？没啊，没紧张。爱刺激呗？没啊，你外口唔在刺激。啊，那是两个人，我该载这种船。到一个比较窄的河道了。燕鸭，它停在树上，它以为它是乌龟吗？好胖哦，好胖。但我想要看的不是这些，我想看更多，想看更大的。大船入港。与你有关呢。我是小叮当，很像吗？想一把就是圆滚滚的啊，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先暂时停在这个小岛这边，要去看一个之后阿寒湖这边才有的东西。我们现在登到这个阿寒湖中间的小岛了，然后我们要去寻找一个神秘的东西。我以为它是一个博物馆，就要看来是一个野外。真的，这边地板有点滑哎。对啊，哦，这地板超滑的哎。哦，这就是轮椅的通路，让你比较好推，比较安全。这个设计我觉得很不错，轮椅友善。也是因为跟阿妈出来旅行之后，也才发现说自己会留意这件事情，未来也可以多多留意，看有哪些地方可以带他去走走。哇，阿妈你走比我较紧呢。哪呢？嗯。目前只看到风景，再看有没有其他东西。完全没有，大家甚至不知道看什么，到开始在那边树上找乌鸦。大家现在觉得很不妙，说哦，船就带我们到这就结束了呢？那我们花16000让大家不要走冤枉路吗？没有啦，它后面应该有行程啊，我猜。下面有个类似博物馆的地方，这边我记得就是这边有那个他们这边当地才有的。哦，看到看到，正前方，给大家看到底多大。它怎么那么小，养到那么大？旁边有高温池。哇，比豆你的头还大。需要长5到10年左右才会长那么大颗，然后全世界这种这么大颗的球只有在这一个湖底有。我们真的有养过哎，你真的有养过？为什么养这个东西？有一阵子很流行，商店间也有卖，然后这么小一颗，可是你都养不大，最后就把它丢了。不过他这边因为他是搭船，所以他时间有点小赶，因为他一个小时一个 tour。那边好像还有这种小船，我觉得这种小船好像比较有趣。那远远是火山吗？好像要往回拍了，要回去住宿那边。
当初这个景点，我其实它跟我预期的差不多，可是我当初还是排斥，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是对是肉一大嘛，所以我比较在意其实是行程的多样性，大家搭缆车啊，或者大家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，看花，然后去看那种车之类的，我应该有机会再搭第二次。我就算跟你爸妈来，我就说，哎、欸，我送你们上船，但我们不会搭破冰船啊。破冰船啊，对啊。好，那我们要去哪边？我们现在要去阿寒湖的旁边，有一个厉害的东西。是阿寒。阿妈，你要执行官。你搭上去以后，你要喊说中央五为准。好，中央。哎，我们一起拜神社好了，这样。阿妈，给他起第几天？第七天。好。好。哦，解散。解散。给大家看鸟居海，我跑跑跑跑跑。咚咚咚。我上网看有人在评论上面讲说，这边有机会遇到一些鹿，然后好像比较不怕的，对，可能是已经跟游客相处习惯。哇，野生的木耳哦，野生的木耳不能乱吃。那这个步道算蛮舒服的。我觉得应该是说，它封起来是因为鹿会去吃它，所以它为了不要让这种树断掉，它就把它围起来不让吃。好像到了是不是？我们走出来。是这个哎，这个啊！哦，它上面很多在冒泡哎，超级多的。它有啵啵的声音，好笑，觉得很莫名。上面这个啵啵啵啵，它就是火山泥哎，而且它一直爆开爆开，超像那个鱼跳出来的。不过它没办法太靠近。嗯，很可惜。哦，下面也有哎，在湖旁边也有。但是它都不能摸，靠近或是摸。哦，这边。哦，这边比较近。它冒泡到底是空气还是温度？大家一直有冒烟呢，你看上面有冒烟，看起来是有人走下去。看一下，一点点温而已。哎，这就是比较的。哦哦哦，这好烫，你们来的。哎，超烫的，哦，超烫的，这绝对有个八九十度，这个是，而且你一下去马上就是你触觉神经就出来的那种。好想知道是哪种虫哦，这叶子有那么好吃吗？这真是虫吗？这应该天生的吧？没有，我觉得绝对100%是虫啃的，应该说怎么样的虫那么大量吧。哇，五只哎，一家五口，在叫哎。这边蛮多只，不过这边好像真的，它警觉性真的比较低一点，它警觉性真的比较低。以往它看到人就直接跳走，但它这也是，它在观察你啊，边吃边看，边吃边看，然后它就是看到你一直靠近，它也会移动啦。可是它们就是没有一看到马上闪。哇，五只，哇，恁今仔日，哇，这样呢，够大了，够大了，看到哇，叮叮，这边这就是阿寒湖的风景。然后翔哥说，这里在冬天的时候它是雪场，这个高度我觉得好像 OK 耶，感觉是初级滑道，初级滑雪道。那我们现在要离开那个阿寒湖了，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前往豆爷最爱的札幌。哎哎哎，为什么最爱的？因为有 shopping。假设我们天气两个对调的话，昨天我就会变很完美。哦，对，有点可惜。可是这已经是本趟行程中唯一美中不足的，因为不得不说，北海道的雨季差不多9月左右，连台风异常的多。对，然后我们只有遇到一天，就是像昨天雨比较大的异常之外，其他真的都是顺顺利利。我自己会觉得说，假设你今天真的有去前面的那个驱邪渡湖跟另外一个湖，那阿寒湖，假设你真的时间是比较短的话，我会觉得是可以省。哦，然后觉得景色跟那个，我觉得前面两个湖还是比较漂亮。对，大家可以去看我们其他集的影片，参考你的行程。我们这次走了将近10天左右，玩好玩满，吃好吃满。我们的贵妇说环北很甜，然后跟那个某某优格好吃。对，答对了，答对了。现在带大家来这间是我也是第一次来，它是一个免税店的户外用品店，然后我也不知道好不好买。哇，这间一进来，你看，真的是在奥莱的玩法。
阿杜这双2000多，好像差不多差不多。这双2000多算便宜哦。差不多啊。哎，这双蛮好看的耶，1000出而已。我妹在我旁边碎嘴，我说你可以滚远一点嘛。然后她说就不要等她挑到喜欢的时候开始寻觅妹妹。我寻寻觅觅的那个妹妹，这个好看吗？那个好看吗？7折，可是我觉得还好哎，都没有那种非买不可的冲动。好像之前那名古屋的 Outlet 比较好买。哇，它这种巨大的露营装备也有，看网络上说一些滑雪的也有，但我看北边好像都没什么特价，完全没特价，哥伦比亚还有点特价。这件还蛮可爱的，蛮有气质的感觉，我觉得好像有点防泼水。现在大家来分享一下自己的战利品，要去结账，在 Outlet 的，我买那阿迪达外套，我觉得它超好看的，就觉得后面很有气质。这是你买的，然后它又有帽，而且重点是。翔哥有一件 Uniqlo 外套超保暖的，然后它是这个颜色，可是我的是绿色，所以我想跟他穿情侣装，1200。1200，对，这1200有很便宜吗？我怎么感觉不贵？1200很便宜，你猜这双台币多少钱？啊，556块吧。这可以买，这个可以买。哦，这件多少钱？600出头，好像还可以耶。这个大概15000元日币。大家觉得这件多少钱可以买？在影片下面多少钱台币？耳朵露外面，人家会礼让你。那你知道我买什么东西吗？啊，第九吧。我其实是有买东西。你买什么？你有蛋？我展示。好，你展示。真可爱耶！我买的是冰棒，它已经融入我的生命之中。我买的东西比他们实在多。我的东西才是150元日币。晚上带他们来吃猪肉豆饭。这间服务态度超级好，应该是我们来日本遇过服务态度最好的地方。烤猪肉，而且之前超贴心的是，它有繁体中文，然后还有泰文哦，然后让您可以就是选择饭少肉少，而且我现在快9点了，然后店里全部坐，这边有咖喱吗？有，有咖喱。你看我不会选，你看不会直接选，有。翔哥真的很厉害，我认识阿妈第一次，真的第一次吃完，而且他刚吃到碗拿起来，立博找爸爸，而且这间态度真的超级爆炸亲切，这是我们来日本遇过最亲切的，推荐的，这对吗？对，真的，而且他的白饭真的很好吃，哇，你好开心哦！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，哇。11点半总算到札幌了，因为开车只要4个多小时。我们辛苦了，辛苦今天的司机了，滴滴拜拜。对，好，那么大家晚安。大家晚安，明天继续逛街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好。好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你即马等下已经差不多2礼拜啊。哎，你有上怀念日本的什么无？哦，外景，风景。外面的自然景。哦，我问你，若是要去坐过，你敢有兴趣？坐过我无兴趣，你若去自然风景我就认识哦，因为你去静静，你讲你上期待是啥？看花，啊，结果你即马你讲哇，没有，啊，你讲拢是袂，不重点了，对，不重点了。阿妈已经变啦，阿妈已经变心了。阿妈说自然的比较硫磺呀，哦，硫磺山，哎，硫磺山那个地方，那云那里飘上去，哦，啊，你刚刚鲑鱼讲有滴，啊，鲑鱼袂歹，啊，鲑鱼无当看。对，啊，鲑鱼安尼水安尼变，啊，你去食袂记？特别吼，特别你要甲看无当看，所以物件怀念就伫迄个小木屋，咱大家聚餐。哦，你感觉迄感觉就好诶，感觉过年大家聚餐。哦，啊，而且你讲做过夫，你免煮。哦，免煮食便便，啊，搁较正欢喜。啊，大细人拢集中在一道安尼。啊，即届你感觉选啥物物件是你上难忘？就是爬那个山坡。你讲迄坐上去的那个椅子安尼。啊，要转来时喎，嗯，恐怖，下雨。哦，你讲伊伫落雨啊？伫落雨，个风头，个什么个，安尼。伫遐缆车就害诶。对对。所以你刚刚这就难忘诶。都难忘，你惊吓，也是紧张啦，唔知再到无。所以你去人家送遮刺激的物件哦，你即届买到的物件，你啥物物件上喜欢？维他命 C 啊，维他命啊。你敢有买10万日币？我唔知。应该是有哦。差不多有，连衣服什么全部带起来，蛮高兴。我不知道价钱，可是知道会买。
在家的物件，你感觉什么上好食？哈密瓜。哈密瓜啦。你要说哈哈哈哈瓜瓜。哈密瓜。哈密瓜瓜瓜。瓜瓜瓜。啊，很可爱。你两个坐去吃那个，我唔捌吃过，那吃过那烧烤。哦，你讲嘞，一个人一份安尼点啊嘞，啊，啥物你感觉讲上无合你的口味，食较袂惯习啊？拉面，阿妈就是北海道拉面哦，它比较黄一点，然后比较卷一点。就惊，拉面嘛不是讲歹食，人家己的口味无同款，咱的口味相当。即届行程日本安尼高工，啊，有啥物建议无？啥物建议？对，互阮遮的少年人安尼，带老伙仔出国。带老伙仔出国就是阿翔甲你两个上成功安尼。上辛苦，上辛苦，啊！开工安尼在拍摄，这样，这如果你红色拍摄，迄你是袂拍摄，因为你电动安尼你放轻松，你去。安尼对啦，脚是较袂酸啦。对啊。阿妈骨力摔的人较艰苦。是袂，因为迄伊也好摔啊，你嘛有倒摔过啦，你嘛知影。啊，你伫住的所在啊，困啊，你有啥物建议无？卖伤低头啊，伤低我爬袂起。哦，我讲榻榻米嘿，哦，确实这个是要考虑的。好，安尼阿妈，你刚刚即个跟我成功？有成功，成功。就是吼。你阿翔家己讲伊咯，哦，三个服务周到，哦，一百分。对，嘛是弟弟嘛是啦，伊嘛开车开几多。哦，对哦，啊我无坐。哦，你无坐着。啊，那是后盖你有想要出国，你想要去对个？我唔知，我是日本是听讲北海道，北海道，我唔知啊。啊，是要后面来讲成无完成，啊，今物在，互你带已经完成啦。哇。你已经完成了。对啊。好，阿妈谢谢，你嘛辛苦啊。欢喜出门，阿妈欢喜。即届生了就欢喜。就不是他 style， 你知道吗？这太难了，这怎么做？你真的很恶心哎！你这样不像我，你这不要一直像逼我，我就一定不舒服，不要逼我。我跟他交往7年，你讲爱几次？